到新疆牛羊巴扎、黄公巴扎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必不可缺少的，这个角色然后关系到就是咱们养牛户的一个利益。二是这个职业，别看他就说别人看不起一个职业，但是他是特别特别赚钱的，曾经最高峰一天赚好几个 W， 投资没有投资基本。但是你们知道什么职业吗？我带大家去看看。哎呀，我说我找师傅看不见呢，呀，哎呀呀。怎么样，好了吗？好，不是，那么我找你们怎么找不见了？后来啊，你给你们一个固定的地方了。对，这个巴扎就是你自己了。对，太厉害了，哇，越来越帅了。哎，咱俩头发都差不多。我好久不见。哪去？没有，刚过来。几天来了吗？我上次来了，我找你们没找见。原来你们不都举着，我能看到。过来过去，放在直播看行了。现在看不到了啊，现在就在这块了。太棒了，真好真好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一会儿再给你们介绍我师傅是做什么的啊。这个是我师弟，这是我师傅。我没什么，我一会儿给你介绍我师傅做什么的。真的，这个特别赚钱，但是嘛，别人在这个市场是没用的。啊，来给你们看看我师傅做什么啊。现在是我师弟帮他父亲了，还是他自己？看我师弟，不是有对象了，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你才多大？23就结婚了？结婚去年结的？今年结的。那你不多玩两年，你老早结婚干嘛呀？那家又有钱，你多玩几年呀？啥小姑娘找不见呀？还想着老早结婚了？哎呀，23。那你爸那会儿结婚比你还要早呢，是吧？你爸才20，十八，他爸看他爸18那会儿结婚，他是23结婚。挺好，我说胖乎了你。你对象多大？22，比你小一岁，正好，啥都学会了啊！3年时间，把他爸的本领全部都学会。等一会儿给你看看，一年挣上百个 W 怎么挣的啊？这个给大牛来验孕来了啊！我一会儿让你看看我师傅是做什么职业的，最高峰那年是赚了300个 W， 就是轻松一年都是100多个 W 啊！来看看，我师弟干去了，我师弟呢？我师弟还买个大车啊，看，买个大车了，你这。家里没什么，我前年问他，我说你们家有多少存款，我师弟就告诉我了，我们家现在有个2000-3000个 W 哈，还有100多头牛，那家还干着这个行业，原来这个行业挺多，但是现在就他们一个了，就我师傅和我师弟他俩了。前一段时间我从雪中吃饭，那个大师兄现在上别的地方了，给你看看，我师傅现在都已经不干了，我师傅都已经退了，交给我师弟了。等一会儿让你们看看我师弟是做什么的啊。这个然后就是给牛测步病，知道吗？把那个在牛尾巴这块，这个职业也是很难，在牛尾巴这块，然后抽一些血液，然后能测一些子有没有步病。看，哎呀，这个看啊，他就往外一抽一点，看这抽出弄点血就够用了啊，够用了。没有那撑了。有没有步病是吧？啊，不用，有嘛没有嘛那撑了，更加体重。就看了。不卖有啥？不卖。对，有就不卖了啊。真好。现在回来不能。多少钱一次？20。多少钱一次了？现在50。50。这玩意测的特别快，你看看。没有。啊，吃的还不来吃了。
其实前二年，然后他测这个步病是20块钱一次，为什么现在50了呢？因为这个市场需要管理费了，所以嘛就得给市场。他这个就和咱们做那个核酸检测一样。出来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呢，没有。他就和咱核酸。这个没有就没有，就是对，就贵了哈。能留在。对，你要是如果有病，然后咱们不卖了。嗯，对，看看我师弟从这边又给踩一个，哎呀，这手法行了。今天你这原来这个是测这个针是20块钱，现在是涨到50了，因为这是市场里收管理费了，原来是不收费的啊，这现在都整合了。看我师弟那个小手法，那真的。他为什么有好多人买完之后要测一下呢？他回去之后，他们家有好多牛，害怕一个牛把别的牛都影响了。嗯，这就完事儿，这就在等。这是一方面，你看啊，挨着就测。两三个，一个50米，10个就500米，100个就5000米，对吧？5000元啊，什么米啊？这是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环节，这个环节然后是一方面，二是还有一个环节。好，师弟，越来越速度。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这就和咱们我那会儿做那个疫情那个一样。有嘛的些没有？没有，真好，都没有啊。没有。是吧？咱们看着简单吧，就是咱们那会儿往鼻子眼儿捅做核酸试剂，现在是，他们是在这个谁那个就是抽血，啊，就做一下子看看有没有布病，没有布病，然后这个牛就直接带回，50块钱一次啊。看看啊，这个小年轻的就是我二师兄。啊、哦，我师傅终于收徒弟了啊！原来我师傅是不收徒弟的，只收我一个徒弟。有我那个小师弟啊，就我们俩，现在终于收徒弟了啊！看，徒弟也出师了啊！一次50，扎嘛，14500，哎，抽完事儿，50米到手，来再来一个，赶紧再来一个，100块又到手。啊，他们在这交易啊，就是刚才看那个牛有没有布病，有布病呢，人家不要了。带到家里之后，会把别的牛也传染。哎，100元到手，看到吗？我师弟啊，那会儿我师傅别人谁都不收，就收的我，知道吗？还有他儿子，现在看又收了个师弟，太厉害了，厉害！总大伙儿，你看几个了？我跟你们说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现在已经10个了，就我从那送那会儿10个了，500米到手。看我师弟这小手法啊！